我快六十了，但是我在乒乓球场上觉得自己像三十岁。It is always my dream to go to Olympic to win the gold medal. For honest, it's not much time for me to do this.I already achieved third place at the Women's World Cup. So it's so close to the champion. This year, I'm going to do it. Ping pong 球里面，它也有一种节奏，有快有慢，有长有短，跑动、击球，有时候那种感觉就很微妙，就好像跳舞一样。我希望能够保持一种年轻的、热情的心态，再增加一些训练的时间，争取在四月份的时候将我的状态调整得最好。When I focus on something, then other thing a little bit weak. Sometimes no food in the fridge, I forgot. So I went to a supermarket at the midnight because of no food, no drink anymore. Many witness. A few days before,I was burgled. Somebody came into my home. So messy here. And also, I lose some cash in the wallet, you know. Very messy. They just threw to the floor, anywhere, you know. But they put this box on the table. Very nice, just put it there. But you see, it's my medal. MNCM from Queen. Look there.So do here. That's good. I 平时我的工作教我的学员打球为主的，而且我有一个俱乐部要运营。纽西兰他没有职业队，国家不会拨款。所以自己出钱去打，要赢奥林匹克的奖牌，那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从俱乐部回家，然后我就发现了，你看我们家瓦下面那个雨水管不见了。我想那个雨水管可能是铜的，也许他们偷了拿去卖。我来新西兰32年，第一次碰到这个现象。想想挺恐怖的，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可以随便进来，来偷东西，挺吓人的。嗯，害怕了，晚上回家。Tokyo 2020 postponed due to the pandemic. Lockdown 的时候，我没有练乒乓球，因为每天都在家，也没有人练。从来没有试过每天晚上静悄悄的
听到外面的风吹，听到那些雨声，房子外面那种自动灯也莫名其妙亮啊。然后睡觉的时候，有时候会紧张的有点醒过来那种感觉。哥哥，他没地方坐。Only maybe sit here. 没得寻常啊。当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我面临着一种选择。周边的朋友，周边的同学，他们都选择了找男朋友还有结婚，所以呢，很自然我也会想，我是否也应该这样呢？可是要选择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告诉我应该去打乒乓球。如果有一个很适合的 partner 又非常支持我，陪我在乒乓球那个路上，其实也挺好的。不过我没有碰到这样的缘分，我就很自然的我自己就往前走了。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挺幸运的，我可以跟随我的心来选择我自己的生活和要走的路。耶、yeah! ，Happy！ 为了庆祝我们纽西兰抗疫胜利，今天晚上我请客，免费来打球。My shout， 太高兴啦！我 lock down 的时候，我的思维好像变得宽阔一些。哎 ，Joshua， 耶！其实 for honest。我不觉得我一定会赢够，也不能够说我完全没有机会。我会更加享受在不停的追求这个过程。所以你只要打乒乓球，你就不能够停止，你永远不会寂寞。其实。其实我觉得也没有 end， 到底是不是太老了？直到我打完比赛了，也没有人真正知道。心念有多大，你的宇宙就有多大。